太厉害了。其实还蛮大的，我们这座应该可以。好，然后。可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摇吗？给你们摇吗？摇摇，我来给你摇下去了。走。哇，我是我的宝贝，闭上眼睛，睡呀嘛睡在梦中，摇篮里的花。我觉得这个比现在躺在床上舒服，因为床上现在有好刺的样子，主要这还能摇一摇。眼睛和闭着眼睛的感受不一样，嗯，你闭上眼睛那个空间感会变，对。太好看了。咱俩一会儿也走啊！让何老师给我们聊。陈鹤楼八厨俩太火了。惊悚、恐怖、油腻，特别美。哎呦，我给你好蒙乐的，点到下去了。疯了！哎呦，我给捧红了，捧过又中了，点了笑线，就戳到了你的点吗？都疼吗？我觉得睡着了，嗯，你睡了吗？睡了，我感觉。你们俩可以回屋睡一会儿，我觉得可以睡一小时，我还在长身体呢。对，要不这样，咱们都去睡一会儿。好，好，睡个午觉，走，都睡。小杜，小杜啊，我在。打开扫地机器人。好的。哟，它可以控制电器。它有很多很多家电都可以通过小度来进行语音控制，而且这是那个小度，我们家那个小度的弟弟，你看它的红外板。小度啊，在的。关掉扫地机器人。好的。他能回去啊？他回去，他自己回充电座去。着急。这个好啊。赫赫，你既然来了，你给他做个罐呗。噔。这个搁两只有点挤。嗯。不紧，这小呢，他们。他说将来还得长呢，这玩意儿长得快着呢。归真长了，华老师，真的长，归真长挺快的。我也长得快，三天以后就放不下了。哎，巴图正好也擅长做手工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可以。哎，那你们俩赶紧吧。行，来得及，没事。咱们进屋躺着看他俩能耗到什么程度啊。哎呀，你进来干嘛呀？看一看。你去做陶罐去。做陶去吗，赫赫老师？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啊，他们俩现在的这个 size 哈，嗯，太合适了。知不知道乌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它有多么的难？乌龟讲的是养生，对吧？它是一种龟息，就不能动，不要动。对，动了就违背它的那个，它就不是龟了，它就变兔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变成就是快的东西，它就得慢，是吧？
重在归西。哎呀，哎，人家客人来都是热情的接待。对，陈赫来了，我们回屋睡觉了。哎呀，太舒服了。他这儿更长的绑定，走得很长。我只能绑，我自己没法往后。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，是粉丝的，还是你跟我姐妹走。